大家我今天咧会讲舒伯嘅五十页啦 ，Santa Lucia， Santa Lucia 呢首歌。咁呢首歌其实系一首好出名嘅意大利乐曲啦。咁好多时咧都会听到系由男高音去演绎嘅。咁大家咧都去 YouTube 吓揾一啲即系出名嘅片段去学习去听下，咁然后先至就吹呢首歌咧，可能你嘅感受会更加深。咁速度咧系 moderato 啦，咁大概100至120啦每分钟。咁呢个都系一个参考啦。咁拍子係每小節三拍，四分音符一拍。咁其實網絡訓譜咧就唔複雜嘅。咁主要學一啲我哋基本資料學過啦，做 phrasing 啊、slur 啊，留意大細聲啊。咁技術上面可能有啲難，就係蘇柏茲嘅三連音個 triplets 啦。咁有個 fermata 延長符喺最尾。咁我哋都可以將呢首歌咧分開若干段落去練習，亦都可以咧試下咧即係將佢降低8度嘅。原本寫呢首歌咧用歌嘅音域嘅區咧就中音啦，同埋高音。咁但係其實你可以將降低一百度咧，就變咗可以使用低音同埋中音，味道或者個效果係唔同嘅。口琴咧，其實你問我咧，我覺得低音同中音嘅部分比較即係悦耳啲，高音嗰時咧就略為太過尖鋭嘅就係你聲音。好，咁我試一試吹俾大家聽下嚇。其實可能大家已經可以跟住吹噶啦。OK， 好，咁啊留意一下大細聲啦。我哋數一二三再入啦嚇，一二三。簡單吹一次俾大家聽，分開唔同嘅段落，咁我哋咧而家可以一齊再重複，吹即係將佢拆開嚟試一試，咁咧俾大家有個參考，可以點去練習。第一個部分咧就係第一句呢個前奏啦嚇，咁啊一句好簡單嘅啫，一個短嘅 introduction 嚇，咁啊嚟一次咯，一、二、三。咁啊，留意個 rest 啦，咁可以唞一啖氣。咁跟住咧就落到第二個組別啦，就係、是、由第二行啦，去到第二行嘅第二小節呢個位置嚇。OK， 咁啊，一次嗰咧有四句嘅，咁留意啲 phrasing 啦，留意唞氣位啦，嚇按鍵呢部分咧個化 sharp 同埋化啦，啊都即係一次嗰度講埋啦。記住咧，口琴裏邊咧個按鍵嗰度咧，逢係吹 mi 化或者 提 到咧，係可以有個選擇嘅。一系咧就好似我哋唔按键嘅，咪化就吹吸，提到就吸吹，系咪？如果你按键嘅话咧，化就等于咪 sharp， 度就等于提 sharp， 咁你可以咧一齐吹吹咧就吹咪化，吸吸咧就吸咗嗰个提度噶啦，都可以咁样做。我相信大家都明嘅吓，因为去到呢个部分咧，其实头先讲嗰个嘅处理咧，应该已经学习咗噶啦。不过咧要善用咧，就要慢慢去试下。好，我哋试一试呢度 ，mezzo forte。中強都開始啦，預備，一、二、三。分開四句咁咧，亦都盡量將佢出個連貫一啲、legato 一啲啦，唔好斷開得太犀利。
咁跟住第二個 unit 咧，第二個組別咧就係、是、由第二行嘅第三小節一路咧就去到 forte 前面呢一個小節。其實大家望下啲音咧係一模一樣噶，同我哋先啱啱吹嗰、那個。咁所以我哋呢個部分咧就skip 咗啦，就當練咗啦。然之後咧就第三部分咧就 forte 呢度咯喎，由呢度咧就去到三連音之前咧就係、是、一個嘅 unit。咁我哋試下呢度第三組啦嚇、啊，好，啊第四組咧應該係，好，預備一。二三，好啦，大家聽過咧，其實最尾呢四小節咧，就好似我頭先啱啱開頭咧話嗰個 introduction 一樣啊，嗰個音，所以咧大家就應該可以繼續練到啦。最後咧呢、這個部分咧就係、是、三連音咧，可能就會比較少挑戰性大啲。咁啊，記住呢個三連音咧，一定要吹得平均，就係卜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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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就唔好奏咗咧卜卜卜卜卜卜，又或者卜卜卜卜卜卜。咁頭先後邊嗰兩個例子就係將佢變成一個八分音符同埋十六分音符嘅組合，咁就盡量唔好留。有時都初學嘅時候未必係咁平均咧，就會做到咁啊。咁記住係。1 2 3 1 2 3 1 2 3，係有啲老師咧中意啲生果名啊，用唔同嘅名啊，咩火龍果啊、水晶梨咩都得噶，火龍果嗰類咧，即係笑下都可以。咁啊，記住要平均就得噶啦。好，咁啊，二十九小節開始嚟咯，去到尾啦嚇，一、二、三。頭先都講過咧，呢首歌其實可以咧低八度吹嘅。咁你我而家就試一次啊！喺完結之前咧，低八度吹一次俾大家聽，你又感覺下係咪可能真係聽落冇咁即係我哋叫刺耳啦嚇。雖然呢、這個聽落好似負面啲，但係都冇辦法啦。其實都係可能嘅特點啊。高音地方咧好尖，啲聲好尖鋭嘅，所以處理嘅上面咧要即係小心啲。但低音嘅部分咧，其實係比較厚實嘅，聽落去嚇。好，咁我哋一次啦。我讀到尾啦，一、二、三。今日咧分享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咧學口琴。